太绝了！哦，衬衫要不要也脱了？打赢平阳心的请喝百岁山矿泉水，有没有人？我来。你不要想打赢平阳心，还是想喝百岁山矿泉水？想打赢平阳心，这水有什么特别的？这你就不知道了吧？不是所有的平阳水都是矿泉水，拥有国标 GB8537 认证的才是真正的天然矿泉水。那我想喝水。打赢他就水喝了，上上上。哦。